弟兄姊妹，心灵珍宝今日的主题就是要相信神最爱我们。父子圣灵真的很爱我们，圣经中有很多证据都讲到这件事，包括我们是按住神的形象被造，另外主为我们永远为人，使我们知道神性和人性可以几咁近，我们更加是与主联合，我们信主那刻已经享受新约的众多福气，我们成为了神的诸长子，神亦都留低了圣经这本咁宝贵的书给我们。另外我们从主来到地上的经历很具体知道神自己是怎样，所以不要等到将来主回来我们先认识神有几咁爱我们，而是今日我们就去经历和认识神，亦都在各地建造合他心意的教会。阿爸主的圣灵爱你们爱到无法形容，还有呢你每个都是圣灵最完美的新的创造，新造的人来的。本来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已经是按着神的样做了，使我能够帮我最相似，只是看到主他成为人，你看到人是帮神是不是最夹的，他成为人他能够同时是神同时是人，但一个 person 一位基督看到人性帮神性是不是夹到碎出来，就看到住在地上的生活他是一个真的人来的，但他将神将父表明了出来，他人看见我呢就看见父，你可以看到神做人真的很厉害，可以将神他这么完美表达出来的。我讲的就是什么呢，就是神做你上已经做到帮他能够最相配的，咁当然你要拣选啦，但系我哋已经有个永恒嘅拣选啦。我已经接受咗主做我哋救主，就主个永远嘅救赎。我信咗一日唔单纯罪得赦免，有好大啲事发生，就新约已经开始发生喺我身上噶啦。主话咧，呢个杯就系佢用血所立嘅新约。当我初信主嘅时候，我哋唔知咁多嘢啊嘛。谂新约有四个福气。第四个开始，第四个根本就是你罪赦免晒，神不再纪念你的罪愆。一信主的日呢，就是那日神根本是将各样给了你的了，新约即时生效的了，已经你享受罪愆赦免了，跟着第一个福气啦，根本就是你是新造的人，你即是重生，你那日就是的了，你永远就那日就已经是神的亲孩子了，和你帮主联合了的了。所以信主日有时叫做在基督里，这个可以说帮主联合的另一个讲法，不当然还有其他意思在里面的，你已经帮主联合了，他已经是你的真良人了。那第二福气，神是你的神，新约讲过是个子民，但我们不单止是个子民，你已经了解刚才讲了一些，那我们重生的时候已经是了，哇，圣经就是用新创造 New Creation 这样来形容，是新造的人。雅各书正话我们全然美丽，第一点我的罪是没有了，在神面前永远完全了。希伯来书很清楚讲了，罪的问题上是永远解决了，我们几时都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，就坦然的入到至圣所，不是入到客厅，王要带我入到内室。雅各书他不想我有一个是外围的，住在地上的时候呢，你发现这门徒有些比较可以话多机会帮一齐啊！啊，当然睇佢哋对主嘅心点嘅。咁但系今日咧冇分别嘅，主话冇话我唔能够帮你一齐，佢住咗喺你同我心里边，每个喺地上就佢唔有同时，因为佢真人嚟嘅都系，但系佢系神，我嘅灵方面系无所不在。谂佢而家都住咗喺你心里边啦，主帮你同在，冇分别噶，佢系住喺心中。咁就睇你想唔想帮佢活出呢、這个想帮佢相爱同活嘅生活呢，佢俾自由嘅信主，就係你一切嘅生活你乐意啦，帮住一齐过，等佢帮助你啊，台帮系有种相交嘅咁样经过啲日子啊。第二福气又系你话第三个呢，
佢话大小啊，无论系大小都认识佢、啊。你可以真系经历亲近佢中个心灵有一种第一手经历，咁样认识嘅、啊，唔系靠听我就系、是、嗱、啊，都听有用啦、啊。一听嘅时候，圣灵都会作工噶。咁实都系有一啲系第一手经历嘅，但紧要就系咧，你个心而家向着佢，你个心系领受嘅，你心唔好有啲罪阻住你。你而家有心系听佢话嘅。我虽然讲嘢，但唔系单靠我讲，我绝对。例如我猛喺度讲，佢喺心完全冇工作咧，用处太少啦。佢而家都特别帮我同在嘅，我系最终，所以点解相聚咁紧要？诗篇22篇啦，主听12诫受咁厉害痛苦，十几样啦，一讲就已经系最大嘅痛苦，即系神离弃佢啊！咁但系咧讲完咗之后咧，一讲到12诫要成就嘅嘢咧，一讲就教会噶咯，一讲就系、是。神系我哋爸，因为教会系神嘅家嚟噶。如果神唔系我爸，咁啊教会系孤儿院嚟嘅话，讲笑。一讲，哇，主好快乐啊，好欢喜。佢爱完成就啦，佢得着阿爸赐俾嘅人啦。咁阿爸佢爱完都成就啦，佢得着佢从紧固佢嘅爱望嘅梦想，就系、是、要你成为佢亲孩子、长子嚟。喺成个宇宙中，比世人仲荣耀，比天使长仲荣耀。我按着佢形象做，我哋已经有一个最大潜质噶。咁但系重生咧，就想达到嗰个神要你就新做嘅人啦，帮阿爸帮主最相配。嗱，所以我能够认识佢，我能够经历佢，帮佢最相知，你可以认识好多。就神写封宝贵嘅信咁长，咁浓缩，哇！真系所有书夹埋都唔及得啦。佢向你表达佢嘅心噶，所以咁。宝贵的爱的书出于神的心，同我住在心中，又向你表达神的爱子成为人亲身表达，好具体表达，好宝贵啊！有人说，当然句话就是有些问题的，他说你将神给我看，我就信了。实根本你看见了，他已经来了，而且不是一阵间给你看，30几年，而且约翰说什么？眼睇过，耳听过咁就噶啦，同手摸过，一棵好亲切嘅生活。但系睇下人点去嘅，人睇见神，但系将佢钉喺12架上。咁但系有啲咧都系最爱佢，只眼开咗，是根本人好具体睇见神噶啦，就系主耶稣大灾敬虔嘅奥秘，神喺肉身显现，根本佢系俾你睇咗。咁今日。虽然我哋唔在场，但系记录咗落嚟，同埋仲有圣灵，佢嚟到荣耀主，佢喺你心中想认识佢。保罗当初地上的时候，佢冇机会跟随主自己，但系佢认识主，佢唔差过嗰啲门徒。你睇佢写咁多书信，就算保罗佢都讲一句话，佢唔再按外貌主添。啊，宝贵有一日，我哋仲可以亲眼见埋佢，就快噶啦。昨晚我写首诗咧，我不久我会就进入永恒啦。嗱，我唔知主期翻嚟啊，确切我只我唔知啫。但系你睇到知道系好快，应该好兴奋噶。因为佢翻嚟即系话咧，佢心意都好快完成嘅，一两个可以话连起嚟，宝贵啊！我梗系欢喜啦，主托付咗我，我梗系想咗完成咗先见佢啦。即系冇几耐我都去到永恒噶啦，咁我心有一样好想啦。就是越发越发爱他咯，同你同我应该欢喜有啲爱礼物俾佢，我哋带啲爱礼物嚟见佢，我好想帮你一齐嚟全地完成嘅心意，开展好多好多难以计数嘅心意教会，佢能够噶，你几好咧？见到主嘅时候，你又为佢哇开始一次，以前冇噶国家，我呢个城嘅心意教会，唔知道你想望乜嘢咧？主又翻嚟咯，咁当然最重要都系你自己先噶。我哋唔有带地上好多嘢走，但我哋咧带住自己。我怕带咗一个，即系当然大家都最荣耀嘅心灵啦。就帮佢爱嘅历史，亦都呢啲唔系过去嘅嘢咁简单，永远珍藏喺心中，系帮佢嘅关系啦，唔会磨灭噶。呢个嘅情爱、友情、爱情咧，都系一路去，连起嚟噶。越久越深，
你都好发见主啊，我大家都想都是一样啦，好吧？你几大年纪，我帮你一齐见主是不是太好啦？嗰阵时咧，我唔使我讲信息，你已经知道主太爱太爱你啦，你爱到佢永远，唔单止永远犯罪，你今日涌流，但系唔好等嗰日，今日先加认识佢嘅爱。